电视台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。来正觉，其智难量，以一餐之力，能助寿命一百千劫，无量无数，富过于此。为什么我们叫信愿行？这个信不是简简单单的信，这是因为本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的方法。佛陀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法门的时候，这样子说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，我们世间比喻的这种披肝沥胆啊，火热的一颗心啊。经所问者多所扰意，这个多所扰意多不多？多到什么程度啊？是不是也是无量无边的呀？开化一切诸天人民。佛陀在这个娑婆世界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时候，请问天神高兴不高兴？天神高兴啊。天堂上33天，第四天我走走蛮大的，觉得东南西北左右33个地方啊，33个天也觉得很大了，四天王也觉得很大了，对不对？东南西北也觉得很大了，阎摩天、兜率天，每一层天人都觉得自己的天很大，福报很大。但实际上他们跟极乐世界能不能比啊？不能比啊。一个是业力的福报所呈现，一个是诸佛菩提如如不动的菩提啊，然后无量无边的菩提行愿的资粮所汇聚成的世界，哪里能比？这不是，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比的啊，对不对？就人间的福跟天上的福也没办法比的。前面有个叫僧陀罗难陀，佛的亲弟弟，南陀是他的名字，僧陀罗是他媳妇的名字。僧陀罗，哎呀，印度最美的美女，对不对？这个南陀，他对当国王他倒不是很那个，但是他这个夫妻感情好到，就觉得哎呀，我老婆这么美，我是一步也不能离开她。当佛破他执着，他说：“你拉着我的袖子，我带你到天上走一圈。”天上走的时候看到美女，看到天上的天女之后，佛再问他：天女美还是你家僧陀罗美？他就说：哎呦，这个怎么比啊？这个说那个老瞎眼猴子一样。这个法门将要开的时候，开化一切诸天人民啊，开化一切诸天人民。所以我们要向阿难尊者致敬啊，太伟大了，他的请问这个法门啊。阿难当知，如来正觉，其智难量，多所导欲，
慧见无碍，无能恶绝，以一餐之力能助寿命一百千劫，无量无数富过于此。现在我们这个有个永动力，就是能量，它这个能量它永远的就存在啊。这个就是佛陀他就有证得了这个能力。很多经典里讲到这个，佛陀吃一粒米好了，就是一颗饭就可以住世无量劫的啊。所以佛说法放光也是放，哎，照十方世界，照完之后还又从头顶上进去，你看佛这个不亏本的，哎，他的能量是守恒的，虽然你看加持一切众生，但是加持了之后不浪费，还有能量回收。佛说法也是啊，佛是放光说法，放了每一个牙齿都放光，哎，照了众生，众生智慧开完了之后，哎，佛的能量再又回来了，所以那个头发每一根都是悬的，都是唰又悬着，就是能量都悬进去了，眉间白毫也是悬的，牙齿上的这个光也是悬的，手的纹也是悬的。佛的这个手一开，手指与手指间有网幔相连的，有幔网相连的。佛的手一垂下来，一过膝，32相80随行好，每一个都是无量劫的功德所显化，叫百福庄严相啊。修100个福才能成就一个相好。那一个福是什么呢？一个福就是3000大千世界众生，如果都是盲人，医生把这所有3000世界的盲人都治好病，让他恢复眼睛都亮了，这就修一个福。那你想佛的这个福，你的世间的医生怎么比啊？诸根愉悦不可毁损，姿色不变，光颜无异，所以者何？如来定慧久畅无极，与一切法而得自在。阿难谛听，今为汝说。对曰：唯然，愿要欲闻。佛陀在这里又重新一次啊，前面那些菩萨们说啊，一切法而得自在，这里佛陀自己啊，那佛陀为什么这里要，就是说佛陀要讲这个法之前，为什么要自己要赞美自己呢？为什么啊？我们比个例子，世间你拿一个古董来，你找人鉴定，这个古董大师别人首先要给他介绍，哦，这个古董大师呢是国家一级鉴定师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得有多少成就，他研究了多少多少项目，他曾经鉴定了多少多少宝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佛陀自己来，除了前面怎么介绍那些菩萨，哦，这个介绍，佛陀这里亲口说。这个你有没有看到佛陀在这个说的时候是彻，就用自己的肺腑之言呐、啊。佛陀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法门的时候，这样子说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，自我介绍那么诚恳，那么这个就是啊，哎，我们世间比喻的这种披肝沥胆啊，火热的一颗心啊，砰砰的呀，托给我们众生。不仅我有这个能力，而且我愿意帮助众生啊，而且我帮助众生，不管你众生怎么嫌弃我，我也不放弃自己的能力。你看，以一餐之力就能助寿命一百千劫啊，这个是劫的这个来算的呀。哎，而且无量无边，富过于此。所以我们这里我给大家念一下佛的自在啊、哦，在华严经当中，佛具足10种自在啊。华严经里以10种自在具体显示了自在的含义。一，命自在，菩萨获得长寿慧命，经无量阿僧祇劫，住世无有障碍。他的这个首先寿命是自在的。第二，心自在，
菩萨智慧方便，调伏自心，能入无量三摩地，游戏神通，无有障碍。第三，资具自在，菩萨能以无量珍宝、种种资具，严饰一切世界，清净无碍。第四，业自在，菩萨能随诸业而应时显现，受诸果报，无障无碍。第五，受身自在，菩萨随其心愿，能于诸世界中示现受身，无障无碍。六是解自在，菩萨甚解成就，能示现各种色身，演说妙法，无障无碍。七愿自在，菩萨随愿，欲于诸刹中应时出现，成等正觉，无障无碍。八神力自在，菩萨神通广大，威力难量，于世界中示现变化，无障无碍。九法自在，菩萨得达辩才，与诸法中广演无边法门，无障无碍。十智自在，菩萨智慧具足，于一念中能现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成等正觉，无障无碍。这十种自在推演而来，就知道于一切法得自在是什么境界了，佛陀是怎么样子的境界。所以佛能跟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佛能跟我们讲出极乐世界是怎么照的，佛这是因何因缘，所以能够讲得清清楚楚，这个就是这代表我是有资格讲这些的，我是知道的，如实之见啊，不是百度那摆来的，知道吧？这个也是给我们证明，为什么我们叫信愿行，这个信不是简简单单的信，这是因为本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的方法，所以这个信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，不是迷信的。佛给我介绍的，佛是何许人啊，啊，于一切法而得自在的人啊。佛告阿难，乃往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，定光如来心出于世，教化度脱无量众生，皆令得道，乃取灭度，似有如来名曰光远，自名月光，自名旃檀香，自名善山王，自名须弥天冠，自名须弥等药，自名月色，自名正念，自名离垢，自名无着，自名龙天，自名夜光，自名安明顶，自名不动地，自名琉璃妙花，自名琉璃金色，自名金藏，自名焰光，自名眼根，自名地种，自名月相，自名日阴，自名解脱花，自名庄严光明，自名海觉神通，自名水光，自名大香，自名离尘垢，自名舍厌意，自名宝焰，自名妙顶，自名永力，自名功德慈慧，自名蔽日月光，自名日月琉璃光，自名无上琉璃光，自名最上首，自名菩提花，自名月明，自名日光，自名花色王，自名水月光，自名除痴明，自名度盖行，自名净信，自名善秀，自名威神，自名法会，自名鸾音，自名狮子音，自名龙音，自名处世，如此诸佛皆悉已过。大家有没有数过刚才念了多少佛名啊？